不知道我教他的那个方法有没有用，万一没有用怎么办啊？不如趁现在逃出去。
警队，但是在千古暴风面前，这些华丽千古的最后怎么样呢？都石沉大海了，没有被召见去做 interview， 所以呢，曾经有一种华丽的一个不想当警察这样的说法在流传。除了华丽从前人们的刻板印象之外，一些人还会认为华丽当警察未来也是可以。